PS5 会员的精选集还有不到12小时就要结束了，取消了，下架了，这是最后的机会，在5月9日前兑换这些 PS Plus 精选集游戏。最近新买 PS5 还没领取的赶快领取，如果你在5月9号以后看到的这个视频也没关系，咱们可以看看列表。古惑狼、战神4、真人快打10、辐射4、最终幻想15、战地1、生化7、怪物猎人世界，这也是一个15，是不同语言的版本。这是一个类 ICO 的游戏，蝙蝠侠这好像没有中文，神秘海域4是 PS4 版的，在 PS5 上是 4K30 帧，底特律变人也是 4K30 帧。这是往日不再、使命召唤，这都是比较老的游戏了。这是 PS4 初期的游戏，次子，这是直到黎明、雪原，这是大名鼎鼎的雪原，这是最后生还者一代 PS4 的重制版，这是瑞奇与叮当，就这么19款游戏。其实这里面大部分游戏都进入了二档会员，这些游戏都是在 PS5 发布初期为了弥补游戏库不足，索尼提供的福利，在当时因为薅羊毛太多还被封了一些账户，我的 PS 账户也被封了一个月。说几个我玩过的通关的自认为不错的，这个很多人喜欢，我不是很喜欢，这个很多人喜欢，我也不是很喜欢，这个通关了，然后剩下的都玩过但是玩不进去。最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精选集在哪，首先进入会员，往下拉，再往下拉，拉到最后，这是会员的所有权益，其中这个精选集就是这个东西，明天也许就是明天就不存在了，做个纪念吧。